您有一通新留言。坐在捷运上，听着隔壁乘客的聊天，有一位说着自己因为少年白发常常被让座的糗事。年少总怕被人说老成，年纪呢，这个很直觉的反应中其实也有着相对的感受。看着电视正访问着一位朴实的老阿嬷，字幕明明先写着她97岁了。当问起阿嬷你给你归回，阿嬷的回答是不嘎给了。究竟几岁了？97个年头，老阿嬷一点都没记在心上。年岁不用计算，但做环保得天天计较，日复一日，一眨眼30年。心理学说，记忆的细节越生动，那一刻所持续的时间就越长。其实岁月抵不过的是一颗好好生活的心。究竟是几岁了？在尼泊尔兰皮尼夏拉达所住的乡下，没有人知道。大家七嘴八舌围着算了好久。原来贫穷不只限制了想象，没有钱读书，村里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，连自己确实的年纪都不知道。眼睛看不见的夏拉达跟我们说，家里所需要的自己羞于开口，可是有一件让他揪着心的事一定得拜托我们。原来是大女儿已经到了就学的年纪，这几天正是学校注册的日子，家里没有钱，没办法去报名。不会基本算术，连自己几岁都算不出来的夏拉达，心中所默默惦记一年数过一年的是6岁，女儿该上学的年纪不能错过了。学校并不遥远，站在家里就可以看得到，上学不再困难，志工补助了学费，量了制服，买了文具，都准备好了，日子不再模糊。这个五口之家唯一的希望，将能够学习知识，逐渐成长。年纪其实就只是年纪，但最好的年纪是那一天终于知道并且坚信着生命的美好。您的留言已完成，下次见。